Hello， 大家好，圣诞节快到啦 ，Merry Christmas！ 今天我来 DIY 我的小圣诞树，很可爱哦，就是一些小的装饰嘛。圣诞节要到了，可以让大家开开心心，红红火火。这是你在的那个绿乌龟，这叫什么？奥勒米拉。奥勒米拉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我团队最爱的奥勒米拉。天天去抽，天天直播，天天看，等待那个 盲盒抽奖。你最想收到什么？我最想，现在缺很多日用品，我觉得可以很多。我大部分大家都买蜡烛、香薰的。这个东西太可爱了。那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？它叫什么名字？雪莉美。美美，叫妹妹都叫这个名字。哎，它真的蛮不错的。那我的电影要上了，什么时候呀？12月16日，《怒潮》，我饰演一个角色叫马文康，瘦到肚子筋，很好看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所以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下电影。哦哟，真的好玩。哪一年？心血来潮，我觉得我可以装一棵真的圣诞树进去，有点小小的气氛，养养那个小树。这是它叫新黛露。新大陆。新黛露。啊，新黛露，这只是。对，传说中的灵曼贝。传说中最贵的玩具。耶！来，我们圣诞树完成啦！来，风车。噔噔噔，可爱吗？琳达贝尔的小圣诞树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然后也希望大家能支持我的电影《怒潮》，12月16号，戏院见。